尊敬的法师，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无量寿经研讨，上一次我们一起学习到法藏比丘到老师世间自在王如来前来向老师说明自己的愿望当然也是请老师来给他做证明。那这一段经文呢，对我们来讲呢，是学习的重点。师长讲经当中有说到学佛就要学释迦牟尼佛，就要学阿弥陀佛，学儒要学孔子，德比于上则知耻，这个知耻心是菩提心。在劝发菩提心文当中提到尊重己灵就是尊重自己的佛性，就像三十细念说到的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我们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唤醒自己的本心，弘明正章自性，净土方显唯心。静修节要说的托彼依正显我自心呢，借由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依正庄严来唤醒我自信当中本有的善根，本有的智慧德能。那阿弥陀佛的依正庄严呢，他依报的庄严我们就是效法他在因地当中的发愿呢。所以师长说他给大家介绍老师就是介绍阿弥陀佛那我们学阿弥陀佛就要向阿弥陀佛这个都要靠我们自己勘验我们跟师父上人学有没有越来越像他老人家我们跟阿弥陀佛学我们自己有没有越来越像阿弥陀佛师父领进门呢，修行还要靠我们个人呢，这个都要自己来检查。好，那首先，法藏比丘，他的寄颂一开始，称赞如来。称赞自己的老师如来微妙色端严一切世间
无有等，赞叹啊如来的法相啊，世间呢啊人呢都比不上。这个微妙啊，就是无比的端正庄严。我们一般常说啊，如来有32相80种好。那师长老人家讲到这里的时候，引导我们呢思维，相啊是果相。有果必有因呢。从世上看呢，没有任何事情啊离开因果啊。老人家点到了32相当中呢，有广长舌相。那佛的相，这个广长舌啊，是生生世世不妄语修来的果相啊。好，那师长有提到三世不妄语啊，这个舌头啊可以舔到鼻尖啊。那这一集啊，大家听到这里啊，有没有到镜子前面啊稍微检查一下啊，假如快到了啊，那差一点就舔到了啊，那应该是我有2世不妄语了啊。假如一舔差距很大哦，那可能就要提醒自己了啊，可能过去生呢有妄语的习惯。所以懂得有果啊来推因的人啊，他可以在自己的身相当中啊反省自己啊，可以在生活的点滴事情结果当中啊都反省自己，因为都没有离开因果啊。那当然啊，这个相貌啊是可以转变的啊，包含师长后面讲到的音声呢都能转变啊，我们修的因殊胜呢，这个果相的转变速度啊就会很快。好，那佛门常说啊，世事是好事啊。比方说我们这一生相貌比较不理想，是不是好事啊？那烦恼即菩提啊，危机即转机啊。包含我们相貌这一生不是很庄严，可是我们精进修行啊，我们的相貌转变非常快，这个就变成给大众表法，哇，修行真的面相可以转变得很快哦。就像师长老人家啊，刚出家，哇，老人家的脸呢？很瘦啊，那讲经说法，后来相貌转变非常大，相貌的转变，寿命的延长，福报的庄严殊胜，通通变成殊胜的表法。
所以我们能转一个念呢，不止不会这个消极沮丧啊，甚至于这每一个缘呢，都可以变成发菩提心的真上缘啊，无有一法不是佛法。我们能用觉悟啊，能用利众的心啊来面对，众生呢是很在乎这个相貌的，所以我们能够转变的殊胜呢，真的都会让众生呢关注啊，甚至让众生呢有信心。当然，陈德是做的还很不好啊，说要增胖啊。说了挺久了哦，但是我当时候学佛啊，有一个同学的家长啊，就跑来问我，说：“哎，你的牙齿好像有变白一点啊。”我自己都没有注意到。就是大众啊，他挺注意这些点的，当然也很惭愧啊。我过去生修的不好，我这个牙齿啊是比较黑的，但是你有一些转变呢，确实身边的人还是在注意的，那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呢，可能有共业吧。不知道当时候是不是西药生产了哪一个药品可能吃了之后好像那个年龄的有些同学也有这个情况不过真的在这个时代呀尤其我们这一两代人都是成年以后才学佛的所以前面也做错不少事情了那做错已经过去了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甚至于可以表一个法浪子回头金不换我们转变的速度非常快让亲戚朋友刮目相看亲戚朋友对我们很熟悉呀比方说我们脾气大那脾气大过去造了不少业可是我们下的决心了要表好法请问大家脾气大是不是一法对呀本来脾气大一下子转变过来哇那亲戚朋友说这个佛法很神奇呀可以让人转变这么快呀好那师长这里还提到现在的人去做美容那不是真的那要从症状去解决问题都会产生流弊会有副作用对身体的副作用而且也勘验自己我们在面对事情的时候是不是都是从根本去思考问题不是从症状去思考问题因为相由心生心转了相貌自然就转了讲到相貌我们佛门第一堂课
是弥勒菩萨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我们上圆满没有？天王殿呢，布袋和尚坐在正中间呢。好，我们这个要检查一下，看第一堂课上的怎么样。要笑口常开。尤其我们是学念佛法门呢。为什么说学念佛法门这第一堂课要上得更好？因为师长有说到啊，我们能接触到念佛法门中了佛门第一特奖了。那中了第一特奖该不该高兴呢？哇，行超普贤登彼岸的。所以应该要常常笑口常开才对了。你看《无量寿经》说，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能接触到第一法门呢，这么稀有难逢啊！我们应该因常念佛而生喜呀！如是妙法性听闻了吗？进一步呢，受持广度生死流。帮助有缘的亲戚朋友认识这个法门，也能够了脱生死，往生作佛，这叫助人为快乐之本呢。而且这个助人是彻底解决众生的问题。没有出轮回啊，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所以我们认识念佛法门，尤其认识佛法了，帮人呢就要帮到底，帮到彻底解决问题，就要帮众生呢出轮回生死。那这个法门是出轮回生死最容易的法门，他力法门。印光祖师还说，这个念佛求生净土比下一辈子当人容易啊。下一辈子当人要仁义礼智信啊，这个五戒也要持好啊。那往生极乐世界是真信切愿，老实念佛，信愿行啊，就能去了。那虽然它容易啊，但是我们得要真信切愿，真想去哦。世间呢，不能留恋。要放得下。那我们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因缘呢，我们就掌握住了。我们修行人都要有警觉性啊，无量劫来稀有难逢掌握住了，我们成就了。假如没有掌握住呢，那还要再积累多少的福德因缘才能够再遇到啊。所以要有志气啊，这最后生呢，不能再搞轮回了。对得起阿弥陀佛发的愿，对得起释迦牟尼佛，对得起师父上人，对得起那么多祖师大德，就为了我能了脱生死。我们最近跟大众学习黄念祖老居士
大乘无量寿经文白话解。我们要去感受这些大善之士的慈悲啊，他已经为大经注解了，大经解了，那又病得比较重，他都全心全力又在注这个白话解，他注到24品了，他就往生了。他等于拼尽全力啊，就是为了让我们在菩提道上能够更得力啊，在修学念佛法门上能够更理明性深愿切行专啊，洞察到我们这接下来的一两代人文言文的功夫没那么好啊，我们真的要去感受啊，黄老好人做到底啊，送佛送到西啊，黄老如是，老和尚如是啊，你看晚年为了把无量寿经给我们讲透，开解大经解，一年1200个小时，把这一部经讲透，讲了四遍呢，那不是尽全力要把我们送到极乐世界去啊？夏莲居老居士除了汇集无量寿经，我们看他编的净修捷要，他洞察到未来的人生活非常的紧凑忙碌啊，生怕呢我们不好修行啊，把五经一论的精华甚至是禅宗密宗宗门教下这些精髓都汇在这32拜里面。我们了解到这些苦心呢，真的就不愿意辜负了，就希望啊珍惜，然后让他们的苦心不白费，让他们欣慰，就像师长曾经对我们说现在求的没有别的，多带一些人回西方极乐世界，那我们念师长恩呢怎么报？众生欢喜啊，佛菩萨欢喜啊，众生了脱生死，师长老人家欢喜啊，以师智为己智。好，那接下来讲到啊，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火珠皆逆耀。那师长开解到了佛的光明啊，从理上说啊，因为佛是念念不舍一切众生所以他的光明呢遍十方啊。那有些众生得到佛加持，有些众生呢得不到佛加持，这是什么原因呢？那原因啊，不在佛，因为
佛是光明遍照，没有分别，没有好恶。众生所得的利益多少不同，是因为众生的业障不一样。业障薄的利益就多，业障深的利益就少。其实啊，我们能够体会到这个真相啊，这个对佛菩萨的信心呢，就更深了。好，我们其实啊，是比较容易啊，受自己感受的影响，而不是从佛经里面去体会到这些真相。比方我就有遇到一位同修，抱歉哈，我是不是脸比较暗呢？没有是吧？我是说要不要调，需不需要调整？好啊，大家觉得没有就好啊。好啊，我们说会修行呢，就是能看到呢自己念头的分别执着啊。好，那我刚刚提到这一位同修，他就跟我说啊，他说阿弥陀佛对你比较好啊。哦，哎，我也不知道，可能佛菩萨加持吧。哦，我一听他的话了，我就有灵感啊。好，我没有自己偷乐啊，没有没有。哦，我是马上很严肃的跟他说啊，我说你讲这个话会下阿鼻地狱的。他一下子也觉得这么严重吗？我说你这句话是侮辱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是平等慈悲的，你怎么说阿弥陀佛对我比较好呢？我们很容易相信自己的感受跟看法，不一定容易随顺佛经上的真相。所以承德自己啊，也有去观察，哎，佛菩萨同体大悲啊，哎，我就去观察每一个人呢，他在人生过程啊，哪怕他要犯下很大的错啊，其实旁边都有人要帮他，但是他没有接受，并不是没有人在提醒帮他，甚至于他犯了大错以后，还是有人不舍在要帮他，这很可能都有佛菩萨加持，甚至有佛菩萨示现呢，要帮他。但毕竟啊，佛菩萨是我们的缘分，这个缘能不能帮到我们呢，是我们决定的。自救者天救啊，自助者天助啊。因缘是我们的心感召的啊，我们都不信任自己了，那佛菩萨要加持我们加持不上了，要帮我们帮不上忙了。大家应该都有经验的啊，亲戚朋友你要帮他，
他自己都提不起劲来，都不愿意站起来，你能把他拉起来？啊，真的拉起来，他又蹲下去了。哦，所以就像佛的光明了，随时要加持我们了。啊，我们拿了一只黑的雨伞，啊，把这些光都给挡住了。其实我们自己都可以去感受。啊，比方说，哎，我们真的心情不好，你肯这个时候啊，不陷在情绪里面，哎，打开老和尚的经教。很巧啊，你一打开啊，刚刚好在讲自己的状况。哦，这个学佛的过程呢，哦，尤其初学佛啊，特别明显。哎，你遇到啥事了，有一点烦恼了，哎，只要一打开电视，哎，刚好老和尚提醒了，就是自己当下的情况。哦，我们还有这个同仁。他每一次有烦恼啊，把老和尚的讲记拿出来啊，啊，然后很虔诚啊，念念佛，然后一翻，哎呦，哎，那一张就指导他了。哦，这个佛事门中啊，有求必应。哦，所以人真的要自爱啊，不能让烦恼一直控制自己，不能让烦恼相续。这个时候能打开师长经教，马上他的慈悲加佑就到了。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马上字句分明啊，念这一句佛号啊，称名即是玉光时啊，佛光马上就到了，珍重此时。莫空过啊！好，所以师长这里提到了业障啊，从哪个地方看呢？啊，因为业障重了，佛加持不上我们，啊，我们得把业障减去啊。师长说，对佛尊敬的人。对佛经能够理解的人，能够接受的人，这个人善根就厚，业障就少。其实尊敬佛啊，不是在嘴上讲的，尊敬师长也不是嘴上讲的，真正有尊敬的心啊，心行一如，一定表现在行为上，表现在依教奉行上。所以无量寿经说的如来所行亦应随行啊。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啊。那佛也念佛啊。那佛都念佛，十地菩萨都念佛，我们当然要效法他们老实念佛啊。阿弥陀佛是念虚空法界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啊。哦，那我们念佛也跟阿弥陀佛同心啊，用这一句佛号供养一切众生，希望一切众生啊，他的佛性啊，都能开显，都能恢复，透过这一句佛号啊，扩宽心量啊，我们念完佛，念回向偈，师长说回向就是扩宽心量。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啊，净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啊，黄念祖老居士在注解的时候啊，有提到啊，这四十八愿从哪里流出来？从一切皆成佛。你看这一句是阿弥陀佛的心呢、啊，他的心就是希望一切众生快速成佛。好，我们刚刚说到了，我们学佛就要学佛的存心呢、啊。所以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心要啊，一切皆成佛，要变成我们自己的心呢、啊。啊，也是祝福一切众生赶快成佛。啊，哎，只要我们能尽到的力，啊，我们都会毫无保留去做，啊，帮助众生呢这一生成就。啊，好，那当然，这个不是激动的啊。帮助众生成就啊，要建立在敦伦敬分上啊！啊，我们自己要标好法啊！啊啊，有时候讲到啊发心哈啊，都要再补一下啊，因为我们这一两代人比较容易激动啊，哦，还得建立在修身齐家的基础上啊，还得建立在自己的表法上，啊，像我就有比较严重这个激动的问题，啊，我都啊一直劝别人好好念佛啊，好好拜佛啊，结果我自己也做得不怎么地啊，啊，所以很惭愧啊，很惭愧啊，我这个佛号啊要更期许自己。今年啊，能够从一万啊调整调整啊，调整到两万，哦，哎，一万已经慢慢比较习惯了，所以真的是天下无难事啊，只怕有心人。哦，不过修行啊，不能挑啊挑境界，啊，不能说啊。我喜欢念佛，不喜欢拜佛。哦，哎，这个在修行里面呢，啊，这个不挑境界啊，是个修行的重点。因为不挑境界啊，我们的分别执着才能够少。哎，可是啊，这一点不容易哦。我们比较容易啊，挑自己想做的，啊，而不是啊，啊，比方说团体最需要，众生最需要，啊，可是呢，又没人做，那我们敢不敢去承担？啊，你说。可是我能力确实不好啊，哎，供养没有说能力高下是供养的重点了，供养是什么？全心全意，两文钱胜过几千两嘞，为什么？那两文钱是全然的供养，那几千两是富贵之后啊，那个没有两文钱全然的。所以今天啊，我们举啊，我们大陆白方礼老先生，他帮助下一代贫困学生求学。你说他的条件有比我们好吗？他是个踩三轮车的工人啊，他没有地位，没有财富，可是他全然，
他首先做的，把自己一生的积蓄啊全部捐出来。他的子女啊说：“爸，你疯了，那是你养老的钱呢。”啊，白老先生说：“这是我的钱，你们不要管。”啊，因为他自己啊刚好回故乡啊，看到一些小孩啊，应该是啊要读书的年龄，没有读。而他自己是因为不识字啊，觉得人生有很多的难过痛苦。哎，你看他的心非常的慈悲啊，他人生的这些苦啊，他不愿意这些孩子再说。啊，这种见义勇为啊。啊，所以回去就把当初好像是5000块钱呢全捐出来了。更让他孩子震撼的是，他重新又开始踩三轮车了。就这样一块两块啊这样积攒起来。啊，之后啊从75岁左右再踩到了90多岁啊，绕赤道18圈呢，赚了好像是30多万呢，帮助了很多孩子。啊，而且这些孩子在接到他的奖学金的时候啊，那都是震撼的，因为在他眼前的是80岁、90岁的老人呢。好像后来有进一步啊去了解，接到他奖学金的孩子，真正读书毕业之后，没有人不做公益的，被老人家的真诚感动了。所以他老人家的供养不是用多少供养的，不是用多少衡量的，是他的心圆满了。所以今天我们在境界当中，我们看到团体众生需要，我们哪怕能力不是很好，可是我们尽全力去承担去学，这个也是特别感动人的。像我们汉学院院长圣妙法师他善根深厚啊，他大学一毕业，他是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呢，他可以去做医生，可以赚很多钱呢。可是他一毕业，他原成熟，他就出家了，出家代佛说法。那他修行啊也很精进啊。哎，那后来一指老和尚那遇到刚好汉学院需要他承担，他对世间呢这些处理事情呢，对他来讲他是经验比较少的，但这么重要的这么重大的责任他也马上直下承担扛起来了。那带领我们过程他也很认真的学这些世间的做人做事啊。他那个向同仁们向有经验的人学习那个态度也是很感动我们。好，所以这个不挑境界是这个修行路上必考题目今天给大家泄了题目了
当然不是说你很专长什么，结果，团体也需要。你说我不干这个，我去做我，哦，最不擅长的，哦，大家不要听偏掉了啊，哦，那啊，陈德觉得这个佛菩萨慈悲哈，刚刚跟大家也有分享到啊。啊，有非常多人呢劝我要多拜佛。我的善根太薄啊，这么多善知识都劝我要多拜佛啊。结果这一次啊，就坐飞机啊，飞了几千里外了啊，快万里了啊，飞到了澳洲啊。结果。这个啊，没两天呢，就遇到了一个老太太，哎，我们啊敬宗的老同修了啊，87岁，啊，然后他说我大拜啊，拜了好像说差不多30年了啊，哇，他87岁啊。啊！表演拜佛给我看的，我这里看，所以就觉得很惭愧，很惭愧啊！哦，他说你一定要拜，然后居然还拿了一个新的，哦，那个在国内啊，我有看过啊，那个啊，那个做得很好的。我说，哎呀，这个佛菩萨派了一个老菩萨来提醒我。要拜佛啊！他说：“哎呀，我拜了30年，我精神很好啊。我听说呢，他前不久啊，爬树啊，从树上掉下来，没事儿。我当时我就想啊，哎呀，这个佛菩萨加持太明显了，我再不拜啊，这个是太不应该了啊，不能再挑境界了啊，不能常常有个念头，哎呀，我时间很少啊，什么？”我没时间拜了，哎，其实说实在的，事在人为啦，啊，我最近就是下了个决心啊，一定要每天要念1万声的，哎，你有这个决心，真的就念到了，啊，现在，啊，那一天，啊，看到这个拜佛群啊，我的数字少得可怜啊。其实说实在的，这个大拜啊，对我太重要了啊，因为脊椎啊，我们闽南人说叫龙骨，就是龙骨啊，这个脊椎是联系你五脏六腑的啊，这些经脉啊，你能够把脊椎拉得很直啊，这个身体一定会好的。啊，说不定我真正认真拜佛，这个增胖计划啊就可以实现了啊。好，啊，所以这个依教奉行啊，真的好好念佛就会感觉自己的业障消了。不少，万德洪名能灭众罪，啊，果人一上专念，自然垢障消除，那我们刚刚提到了，啊，这个业障要少啊，就是尊重佛所教导。我们能依教奉行，而佛他一代十教教什么？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啊，所以我们能够在境界当中不断提醒自己，放下分别，放下执着，这个业障就消啊，这个佛号啊、佛光啊。更加持得上。
所以业障就在我们分别执着啊，在增长，这个业障才会越来越严重了。所以真正老和尚常常提醒我们，你会吗？会不会修行？六根接触六尘，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叫会修行。好，我们马上这个要达到不分别不执着不容易，我们先从不分别不执着下手。好，那普贤行就是叫我们下这个功夫了。礼敬诸佛，那就没有分别了。冤亲平等，不分别了。广修供养，这个都是打掉分别执着。师长说的，我对一切众生的供养，跟对阿弥陀佛决定没有两样。哎，这个有时候我们要常常观察自己的心念呢。哎，比方陈德现在带很多汉学院的同学。哎，这些同学过去生跟自己的缘一不一样啊？不完全一样的。那佛门讲啊，四种慈悲啊。第一个是爱缘慈悲，我们为什么对他好？哎，过去生跟我们的缘比较好，就会爱缘慈悲。那爱缘慈悲其实啊，还容易出现什么？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你过去生跟他关系很好，一见面，哎呀，相见恨晚了。你是爱缘慈悲啊，你就不容易看到他的不足。你的过去生跟他缘比较不好，你就容易看到他的缺点。哎，其实我们能反观的时候，都能看到自己在这些人事境缘当中，我们有我们的爱真心、分别执着心在里面。也包含哎，这一个学生请我们帮忙了。我们马上就去办了。另外一个学生请我们帮忙，明天再说吧。警觉性高一点，这个有分别执着。都要在这些境界里面打掉分别执着。我们假如不这样去关心为要啊，那这个爱真心，哪怕看起来哇对学生很付出啊，那里面是爱缘慈悲。而真正呢，我们假如是爱缘慈悲啊，说要能够去护持学生的法身慧命啊，有没有可能呢？那就有可能是跟这个同学搞情执了。平等恭敬，平等供养。当然这个平等呢，不是向上的东西。这是自己的心啊，要很清楚。为什么不能说是向上的东西呢？因为每一个人跟我们的缘有差别，
啊，他现在跟我们有八分缘，你要珍惜这八分缘。啊，哎，这个人跟我们有三分缘，你要珍惜三分缘。但这里面不是去分别。而你八分缘珍惜了，那，哎，这个缘，这个人，啊，他有所提升呢，啊，就像，哎，啊，跟我们的同学，啊，也有比较积极的，好，那比较积极的。啊，我们珍惜这个缘呢，好，那我们也会期许他，好，哎，你要啊更啊替呀承德去爱护其他的同学，哦，就像。啊，今天啊，我们在园上啊，得到啊师长老人家的爱护。好，那我怎么报老人家这个恩呢？好，哎，我呢，好好修，好去表好法，啊，我能多照顾啊师长的这些。学子们，来照顾所有这些同学们，其实跟家庭一样啊，我们怎么报父母的恩，把兄弟姐妹照顾好啊，我们怎么报老师的恩，把有缘的同学们照顾好啊。这个都要懂事成熟去体会啊！啊，实在讲啊，这个还要父母讲、老师讲啊，那自己的善根呢，已经差一等了。啊，以父母之心为心呢，天下无不有之兄弟呀！啊，以。祖宗之心为心，天下无不和之族人呢。哦，那最近啊，这个道公长老啊，行公长老啊，他们有发起啊，希望我们啊，全球净宗同修啊，都精进来念佛。师长指导我们，啊，这个万德洪明的功德力，啊，相当相当大的，啊，万德洪明啊，万德都在其中了，啊，我们在印光大师上海护国习斋法会，啊，他老人家多次强调啊。解决现在的这些劫难，最好的方法就是念佛了。那师长祖师啊，念着众生，啊，众生得利，师长祖师啊都欢喜，佛菩萨都欢喜啊。哦，那长老们啊，他们带头啊，劝请我们啊，所有净宗学人一起来精进念佛，化解世界的灾难。啊，这是以佛菩萨之心，以祖宗之心。啊，就像格言联璧说的，啊，以天地之心为心啊。天下无不爱之名物了，好，那相信啊，
我们全球净宗同修能够精进来念佛，这个灾难呢一定可以大大的化解。随着声声佛号我们心量扩宽，我们于诸众生呢示弱自己的心呢把它念出来。好，那我们刚刚讲到佛的光明，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火珠皆逆耀。所以这个譬喻啊，就让我们了解这个佛的光明伟大，佛的光明的圆满。日月在佛光之下都显不出光来了。接下来讲到了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这里提到音声的部分呢，当然这是赞叹佛的语密，世尊的音声呢，从他自性流出来的，那起的作用啊，不同种族的人听的就是他那个种族的语言，都能听懂啊，不用翻译啊。我们虽然不能马上达到啊，其实啊，我们用真心去讲话的时候啊，都能感动哪怕是不同宗教种族的人，都能感动。介绍大家可以听一下我们图文巴在老人家圆寂后办了一个追思会，各个宗教代表都去缅怀师父上人，他们对师父上人他的谦卑态度你看他们言语是不通的，要透过翻译啊。可是这些长老宗教代表他们都可以从老人家的表情音声感觉到他的心就像这个汉尼夫先生他是伊斯兰教，而且他的老师哈比哈山是新加坡伊斯兰教的长老好像是穆罕默德的后代这一次去很可惜约这个哈比哈山先生因为他是师长的老朋友我们去了能够去看望一下师长的老朋友，也向他致敬结果他刚好要飞澳洲了那我们看呢，这长老之间呢长老跟师长之间呢表演的是群书之要你看长老把他最好的学生呢让师长去用你看他不分彼此
然后呢，师长呢，用这个汉尼夫先生呢来团结各个宗教，这个用法让其他宗教佩服啊！你看我们是佛教，一般用人用一用佛教的，人家感觉上就不一样了。用伊斯兰教，而且这个汉尼夫先生非常非常认真，我有几次不止一次，看到他呢，亲自来到师长面前呢汇报工作，看得我都觉得他对师长的恭敬超过我很多啊，很惭愧啊。所以这个有可能都是佛菩萨来点化我们的。你看人家以其他宗教的身份来表演做学生的态度来点化我们。包含我前天遇到87岁的老菩萨，那个都是来点化我的。佛菩萨是同体大悲啊。一有机会就提醒我们的不足啊。真的是生生世世随主于我啊，心无暂舍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佛菩萨同体大悲啊。接下来讲到了又能现一妙色身，普使众生随类见。这是佛的生命，他能随众生心应所之量。这里师长提到了佛菩萨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佛菩萨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你说这个我们当下能不能受用落实？比方我们学了佛了，一下子妆也不化了，清汤挂面了，本来很庄严的衣服也不穿了，就穿居士服，参加人家的喜宴也穿居士服了，生怕人家不知道我是学佛的。这个就没有能够随众生心了，没有能够就是心境呢去体会到，我们自己怎么做家人比较容易接受，比较不会不理解。不然你就我一定要怎么样，你就执着那个相了。所以因为无相所以无不相因为你没有执着一定要是什么相，你能够去很体会到我们所面对的缘需要我们怎么穿，怎么应对进退，你才有这个敏感度啊！你一有执着点产生的时候，你就不能变化了，你就不能随缘就方了。举个例子，稻盛和夫先生，他这个表法真的佩服。
看他出家了，而且他出家的因缘都是给世间很好的表演了，他成就了两家，他白手起家成就的两个全球500大。当他检查出来自己有胃癌，你看他多从容，一点都不慌张，很平静面对这样的人生机遇。这功夫啊，道在平常中啊，平常心是道啊。然后马上交代好工作，他就出家去了。这代表什么？随时在栽培人才，随时有人可以接他的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看人家做的多好啊！你总不能自己成就起来的一个企业，最后因为自己不能干了又垮掉了啊！那这个企业里面有多少同仁啊？你把这些同仁都当做自己的家人，这个都是修行啊！我的公司，那在这个公司的因缘里面增长我相、人相。你成就了一个公司啊，你在这个公司里面啊，都把政法文化融进去了。他在商业界里面行菩萨道啊，你没有觉得那是我的啊？那是供养大众的啊，哪怕做得很成功，你都让功于众啊，那叫会修行啊。会修的人啊，在事业的因缘，甚至于在家庭的角色当中，当爸爸当妈妈也要会修行哦。当妈妈不会修行啊，越来越牵挂哦，越来越控制要求，就在因缘当中堕落了。会修的人在当妈妈当中越来越放得下，越来越吉祥离相修般若那就看谁会不会修行了十方来聚会啊，个个学无为啊，此事选佛场啊，个个学无为哦，你要做而无做，你不能做妈妈哦，做领导都陷到这个境缘底下去了，脾气越来越大了，担忧越来越多了，那这个。要有警觉性了，不妥了。那稻盛和夫先生他你看整个过程都在表法，出家了你看随时放得下出了家没有多久癌症好了，又是一个表法后来日本航空破产了，这是他们国家级的企业，这个假如立不起来，对整个百姓信心啊影响很大首相鸠山由纪夫亲自去请他他假如有相，我已经出家了，你别为难我了那大家想象一下，那全球企业就没有现在这种稻盛和夫的旋风了他真的形成了整个企业界的一股清流他的理念都是符合中华传统文化的理念的接受他理念教诲的企业家
成千上万啊。啊，这些企业家背后呢，有他的员工呢，你说利益的众生有多少？哦，所以这个每一句啊，无相才能无不相啊。哦，所以修行就是要练不着相。我们修学佛啊，就怕着在相上，都要在心地上下功夫，不能着在相上。啊，那就像我们啊，当时候啊学了佛了啊，我们到学校去啊，哎，跟同仁鞠躬啊，都不会超过30度啊，因为自己哎可以感觉到啊，啊，我假如90度啊，他可能要退2步了啊，对呀。啊，但是我们可以30度慢慢增加，哦，哎，就随着因缘，不要一下子做的动作让人家压力很大，那都变成一种执着了。啊，我记得有一次啊，下了班呢，啊，刚好留在办公室，啊，那我们跟同仁啊。说这个相处的算融洽啊，啊，因为我吃素嘛啊，我们这个同仁里面还另外一个同仁也吃素啊，哇，都是常常给我啊做其他的菜来的，嗯，那刚好那一天下完班，啊，还有2-3个同仁呢，啊，在办公室里面。哎，那就比较啊近距离啊聊天呢，啊，其实教书也是挺忙的，我当时候教的科目很多啊，啊，那下了班就看他们交流交流，聊啊聊啊，突然呢，我一个同仁眼睛瞪很大，他说：“你学佛啊？”啊，哦，他挺惊讶的，哎，那我就在想啊，可能他心里面觉得那个学佛的样子啊，可能跟我的表现好像不是很相同，嗯，哦，所以就是哦，我们假如有一些执着点的时候表现出来。可能会让大众会觉得，哎，这个学佛的好像都很特别啊，哎，好，哦，所以这个我们也都要敏锐啊，哦，感受到大众到底我们的言行啊，给他们的感受是怎么样子，哦，好，啊，我。这个当在2003年呢，啊，到了海口，哦，啊，有一些同修啊，他跟我认识的差不多半年了，啊，后来他知道我学佛了，就眼睛也是瞪着他，哇，你学佛啊！哦，就是很可能有一些人呢，啊，他可能对佛教啊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观点啊。假如我们好像一展现就把那种宗教身份很凸显了，有可能啊，他因为先入为主的观念不是很好啊，可能。啊，他还没接近我们，他就要离了。哦，而且啊，到了大陆去啊，那时候的时节因缘呢，
你要去学校讲课是不能带宗教色彩的。所以你假如很执着在一个相上啊，你可能很多缘就去不了了。哦，啊，我记得在深圳的时候啊，有一次啊，刚好啊被邀请了，在一个应该差不多300人的会议室讲传统文化。哎，今天我们假如在执着在名相上，你看也是着相啊，那我就是跟老和尚学佛的，那我假如着在这个文字相上了，那我铁定上台就是讲佛法了，佛法的遣词用句了，那不能着相啊，你在那个时间音乐里面一个佛字都不能提啊。所以我当时讲完课下来，有一个老人家很神秘的把我拉到角落去，然后就偷偷的跟我讲，你呢从头到尾讲的都是佛法，可是你一个佛字都没有讲。哦，他好像发现了一个很大的秘密了。那师长老人家有没有交代？你去了之后一个佛字都不能讲哦。就是我们今天学东西啊，假如都是学到这些相上，那我们的善知识要给我们交代多少事啊？啊，什么都得交代了。啊，但是假如能在听经的过程当中，能够观察感受老人家他学佛的活泼啊，学佛啊对因缘的啊那种洞察敏锐，他老人家是很本土化现代化的，对现代的那种脉动啊他都很能体会到的，那是面对境界的敏锐度。那我们学到没有？啊，那我们学到了，我们自己面对境界就会敏锐了。哎，会听经啊，要从师长老人家讲经当中体会到他怎么用心的，怎么考虑事的，怎么做人做事啊。啊，你体会到了，你在做事的时候啊，他的教诲就出来指导自己了。嗯，假如我们今天一遇到事啊，脑中一片空白，那是平常没有把老人家这些教诲好好去体会了。哦，那接下来呀，啊，前面呢是赞叹自己的老师啊，赞叹如来啊，接下来呀是陈述自己的愿望，师长说啊，这都是我们要学的。师长说我们要学哦，所以每一句话我们都要直下承担哦，要学哦，不能随着经文挑着，嗯，这一句我不要，那一句我不行啊。好，你看每一句，愿我得佛清净身，哎，要受持进来哦，你真的受持进来哦，音声会开始变化哦。师长，我们很
感恩师长啊，其中有一点呢，他都给我们现身说法，给我们信心呢。好，你看他弘法利生，相貌变了，命运变了，音声都变了，很明显啊。我们有机会听到他老人家四五十岁50多岁讲了，哇，那音声真的差不少。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啊，就是佛菩萨的视线啊，包含师父上人的视线呢，他也是随众生性应所之量，他的视线是我们可以效法得到的，他不会视线我们效法不到的，所以我们一定可以效法他。问题是我们的念头里有分别执着，就形成障碍。那这个承德啊，做的还很不够啊，但是也给大家一点信心啊，因为我中文是最差的啊，我有时候看到一些同修啊，像我们这个杨医师啊，我们这个王伟杰老师啊，包含我们刘世通老师啊，他们的写来的那个文笔啊，我都自叹不如啊。哦，他们的学问也都很好的。嗯，因为杨医师他很早就学佛了啊，他在国内的因缘也很好啊，跟着地贤老和尚的法脉。学天台啊，所以这个我跟大家分享课程呢，真的是靠佛菩萨加持的啊，所以像早上这个我跟大众在交流的时候，想了一个词，想了好几秒钟啊，还好想到了啊，叫相见恨晚。所以你看用这个成语啊，用的还不是很流利啊。但我们就是相信师父教的啊，不怀疑啊，师长讲的啊，你把身体借给佛菩萨用，佛菩萨会加持的，至诚可以感通的，我相信这些道理，我就没有想很多害怕啊、担忧啊这些事情。能很快的，就有一些因缘啊，让我们去学习啊，去锻炼的啊。其实问题都是自己想出来的，自己的分别执着念啊，就像。我的小学同学刚好有一次电话打通了，他知道我在做这些事，他就说，哇，这个你跟那么多人讲课啊，你不怕人家底下的人比你还厉害啊？我说有什么好怕的呢？他比我还厉害，就请他上来讲。我在底下拍手不是更好？拍手还比较轻松啊。然后他又说，那人家假如问问题，你答不上来怎么办呢？我说那就说你问的真好啊。这个。我回去请教我的师父啊，我再来供养你不就好了吗？
啊、哦，干嘛面对境界自己制造那么多紧张呢？啊、哦，平常心去面对嘛，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嘛，不知道也有不知道的表法吧。啊，当我们面对人家问的问题，我们不会的时候，我们就表演，知之为不知，啊，不知为不知，是吗？哦，然后还表演不知道，但是很负责任，好，我去搞清楚，再来供养你，都是表法，这用对心就好了嘛，啊，用真心。哪个境界不能用真心啊？人家问了我不会，我也可以用真心啊。哦，所以真心是供养了。好，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学习这一段呢，这每一句都要纳在心田啊。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啊。我们都是要去极乐世界配合阿弥陀佛啊，广度十方一切众生的。好，那诸位同修啊，是往生以后才配合吗？佛法就是要把分别执着打掉，就是要把时空打掉。这个时空啊，很容易让我们生分别执着。什么时候配合 ？Right now， 这个就是把分别执着打掉了。我有多少能力，我就配合清净海会众菩萨来立众，而且这个佛菩萨感应不可思议，他会安排我们。比方我们现在提升自己重要，他会安排因缘让我们提升。哦，像陈德啊，学佛之后那个因缘呢，就让我回到家了。我今天没有落实孝道，没有恢复父子有亲，没有父母一讲话我能理解父母的心，我谈什么理解众生的心呢？哎，所以这个因缘你看都不是我们能想的，可是佛菩萨会加持会安排。我也没想到我会去海口啊，也没想到会去马来西亚，会去英国啊。哎，但是没有前面去尽孝，绝对没有我后面的因缘，没有前面去教学的那两三年，而且我们要很认真去教哦，全心投入去教哦，不然我们拿什么跟人家交流？哦，所以我也有观察哦。啊，像啊，接触那么多发心的年轻人，一发心就感应了，佛菩萨就加持他们了。可是他们要会用心去体会哦。我发现呢，真发心呢，啊，跟我走的一些路啊，蛮相似的，就是首先要尽孝道。哎，很可能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就有他需要他去进行去照顾的地方。这个时候可不能说哎呦现在有利益众生的机会呀，啊哦，就不回去了。哦，那除非父母老人不希望你回去，而且家里还能把他照顾好，那这个你也不要执着。但是假如是需要你的，这个时候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
而且站在团体的角度，假如是承德护念他，那我们的团体一定要表出什么法？孝道第一，百善孝为先。不是你在那里考虑啊，我有没有人手啊，人能弘道啊，不是有你有人讲课了就是弘道了。我们的人，弘法的人，我们团队的人有没有自己做出孝道来？有没有把经典落实出来？这个才能弘道哦。我感觉这四个字太重要了，人能弘道。我们现在可能会着在什么？着在教理上，没有着在自己有没有做出来。那一着在教理上啊，我们就很容易拿着教理啊去看别人过，然后去给他讲道理。可是从我们的言行当中并没有把真心表出来。就好像好像我们德国同修他们也很难得没有被境界障碍他们疫情之后疫情前呢没有开班教学，反而疫情之后啊开了十来个班了。那他们有邀请了我们大陆的老师，其中有一位李老师，这是我们德国同修干部啊跟我说的事情啊。一个同学上线迟到了，结果老师首先关心他，你吃早饭了没有啊？那同修，他听到这个的时候呢，他是有感动的，他可能一般会觉得迟到了，老师比较容易什么批评他两句，但是老师首先是关心他。我刚刚跟大家说在境界当中要会修啊，你当爸爸妈妈你要会修啊，你当企业主要会修啊，你当老师要会修啊，不然当老师也很容易堕落啊。为什么？人皆好为人师啊，你在这个因缘里面就很容易不知不觉啊习惯讲道理了。所以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说那时候我才二十出头他就跟我说了，以后找对象不要找小学老师。我印象很深的我在想说是不是这个小学老师在学校是小学老师，回到家还是小学老师然后就对着他先说你给我站好，哇他先生就要昏倒了是吗？所以你在每一个因缘角色当中你不会修的时候，这个因缘角色会让我们形成一些执着点的。所以人人弘道啊，圣教就是教一个爱字啊。我们有没有在这些境缘当中把爱先表出来啊，而不是讲道理啊。所以真的佛菩萨的加持是平等的，每一个发心的人都得到佛菩萨同样的加持。
是我们懂不懂得体会，能不能受教。不挑境界，安住当下。好，那从孝亲尊师下功夫。这个时代啊，最缺榜样啊。我们请佛住世啊，就首先要请自己。我们来做孝亲尊师的榜样。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看有没有同修今天想跟我们分享一下。针对这两品经文。大家应无所住刚刚住在听课现在一下转了因缘那个好，我看我来点名好了。我一说点名你们有没有开始紧张了？修行要观心为要一紧张马上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能让紧张相续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当然我也不希望制造大家的紧张不然我就犯了杀戒了不恼害众生了有没有人已经缓过来愿意分享的我们有请曾子佳学长啊。阿弥陀佛，法师好，师兄们好。哎呀，这刚才弟子一直在听也很惭愧。很早就想分享，然后一直呢也是忙于家事那个弟子就是刚刚听到法师讲这些印象特别深刻，就是结合到弟子最近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也是家里的事情然后就觉得呢法师说的一句话特别对，一切的这个善行善心始于孝道。那么弟子的先生呢就是最近因为家里公公的事情生病回国了。然后呢明显就是第一次感觉到，就是之前也跟其他的师兄们分享过，就是觉得哎呀，我们之前就是大家我们的家属每天都在设想怎么样去安排公公的这个事情，因为他生病又要住院，然后呢再加上呢这个弟子的先生呢他回到国内又需要隔离，他要在酒店隔离还要隔离5天，然后我们就想这怎么这个时间怎么安排呢？一方面呢这个弟子的公公呢他要急于出院，医院也不留人，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先生呢他又因为在酒店又要隔离5天，没办法去接出来，然后就是总而言之吧，各种事情，然后在这期间呢就是我们的家属就是左研究右研究怎么也没有一个合适的方案，然后就是烦恼很多就是大家都焦头烂额，而且呢就是说这个先生的这个家属亲属们也都因为疫情在国内有病了，没有办法去这个出门去做一些事情。
后来呢，我们也就想，就是说，要不然呢，就是弟子就说了，要不然就是请佛菩萨安排，我们怎么操心也不行。后来哈，就真的没想到，就是说我们原来各种设想啊，就是都没有达成。但是呢，从目前来看，这是最好的安排。就是说，哎，那个弟子的公公呢也如愿以偿，出院了。然后呢，有先生陪同，在医院里照顾哈。就整个这一系列，我们都觉得，哎呀，这安排的太善巧了，太巧妙了，就是跟我们原来设想完全不一样。但是现实呢，现在一回想，哎，确实是刚刚好，就每一个步骤，每一个时间点。就是真的是，就是跟我们完全不用我们操心哈、啊，就完全安排的妥妥当当。而且呢，弟子感觉到就是最近呢，就是觉得哎，先生变化很大。以前呢，就是说，他可能是比较有各种各样的习气呀、啊，比较重。但是这一次哈、啊，就是回到国内之后呢，就觉得哎，通过照顾公公、照顾父母，他的善心被激发出来了。像以前哈，比如说他很少会，就是说会主动打电话去跟弟子的父母来联络。那么这一次呢，就是很奇怪，回到国内没多久，然后就主动去问候这个弟子的父母。然后呢，在跟这个弟子父母聊天的过程中呢，还谈到，还主动提了一句，哎，感恩佛菩萨加持，那个应该那个就跟父母的这个就弟子父母提了一下，然后，哎呀，这个父母就特别的感动，他说："哎呀，这怎么能这次哈这么主动来提哈？就本来我母亲还想着说，哎呀，这个也是觉得这次这个安排特别稳妥哈，都很感恩哈，是不是也是佛菩萨安排？但是我的母亲没敢提。然后呢，没想到我先生却提了，说，哎呀，这一次回国各方面都很顺利，这一切啊都是佛菩萨的安排，佛菩萨的加持。然后我先生自己也是提了，很感恩哈。那么。"我就是觉得，哎呀，这一切刚刚也就是听法师在讲课的时候，弟子其实很感动，就觉得就想起来法师您说的一句话哈，就说，我们之所以不能感动别人，哈，我们之所以不能改变别人或者感动别人，是因为我们自己做得不够好。那以前其实弟子对这句话的体会并不是很深刻，因为也是觉得，哎呀，这么多年了，我觉得跟先生相处这么多年了，刚开始是试图改变他。后来发现呢，跟法师说不能改变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哈。那么在改变自己的过程中，你也觉得，哎呀，我自己都改变这么多年了，好像我现在也没什么改变。但是真的是这一次，就觉得哇，就体会到法师您说的那种，就是当我们的心里没有自己，是全心全意的为别人服务，就是全心全意为别人着想的时候，就这一次啊，弟子真的是感觉到，哎，我先生变化了，他这个变化真的是从根儿上那种改变，就是他那个善心呢，他那个孝心好像是被激发出来。像以前就是觉得，哎呀，就觉得我先生好像对父母啊，包括对这个家人呐、啊，就不是那么的关心。但是的确是通过这一次啊，就觉得冥冥之中真的是感恩佛菩萨的安排，就是一些法师你说的一切善行，一切善行哈，始于孝道，就是这个孝道太重要了。可以说每个人其实。人人都有佛性哈、啊，那么其实只不过是他没有被激发出来。那通过这一次就觉得啊，变化太大了，同时也是增加了这个弟子的这个信心哈、啊，就觉得第一个一切真的是只要我们自己做好哈、啊，我们真的是不为自己着想，一切真的就有佛菩萨安排。然后第二个也是觉得，这个要相信每一个人都是。都有佛性，都有这个跟阿弥陀佛一样，都有本性哈、啊，人性本善，只要在这个行善行孝哈、啊，他的这个就激发出来的这个善行啊，真的是不可思议啊！就其实也就是最近这几天这几周吧，两三周的事情哈、啊，这个变化就很大。然后而且呢，有的时候就想，哎呀，我先生回去了，然后我自己这边带孩子，我觉得也很辛苦。但是没想到，就是这期间的这一切啊，真的是冥冥之中有这个。佛菩萨的加持哈，然后一切都安排得很妥当，同时呢，这也是提升了这个弟子对这个更加提升了弟子对这个念佛的信心，就是像法师您说的，只要我们心安住当下，安住在这句佛号上，那么相信哈，一切就是都自然就冥冥之中都有，都会安排得很好，这是弟子的一点感触，也是跟法师跟师兄们汇报一下，阿弥陀佛。好啊，谢谢。
释迦我们刚刚还提到佛菩萨是同体大悲平等的加持但这个跟我们信心有关跟我们的依教奉行有关所以相信应该我们子家的改变还是挺大，应该他的先生感受是比较深的。再加上呢，他先生整个过程呢，应该也是得到他夫人全力的支持。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善根呢，它是互相交感的，它会形成。它会是一个良性循环，它也有可能是一个恶性循环。你是称赞如来了，它就是一个良性循环。你盯着它的问题点了，那就是一种恶性循环。所以这个医报随着正报传了。这个子家的医报，他的家庭就会转。他的先生也是子家的正报他的家会随着转。同样的，他的先生是正报，他的先生的孝心起来，一定会影响他家族这些人。而每一个人都是佛菩萨的心肝宝贝，所以只要我们肯发心要利益众生，佛菩萨就加持我们了。让我们在因缘当中能够更好的去护念到亲戚朋友。刚刚子佳有提到，还是感觉先生是从根本上在改变。这句话挺有味道的。修行的人常常进进退退有可能是没有从根本上转变过来。根本就是这个孝亲尊师发出来了，真发出来了，不会退回去了。那人把父母老师摆在前面了，第一位了，烦恼不容易起来了，善根容易起来了。因为把父母老师排在第一位，跟菩提心相应了。念父母恩呢，念师长恩呢。所以地藏菩萨的表法还是很重要，开发心地宝藏为什么师长建立一个新道场，首先讲地藏经这个表法都是很重要的，要从这里修起当然可能也是地藏经里面讲的这个修持地藏经好像多远之内通通没有灾难是吗这个道场有很多龙天护法那刚刚子佳也有提醒就是夫妻相处之间呢，不能盯着对方的习气这样就会恶性循环所以我们学过德尊普贤第二学完就要用我们就是普贤行极乐世界普贤菩萨的法界，我们要把频道接上去这样就生则决定生普贤菩萨只有赞叹，没有批评从哪里落实？从最轻的人落实。近处不能感动，未有人及缘者。所以可能子家这个要扛大任所以君子之端照端于夫妇这个学圣贤君子首先从夫妇关系开始
落实起，开始表法起。哎，这个世间现在有一个表法特别重要，就是夫复和合的表法。因为整个伦常是以夫复和合为核心，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政。我们古人为什么这么重视婚礼啊？这个是社会安定与否关键所在啊。夫妇和和就是在表法，就是在广修供养啊。我相信啊，不知道有多少众生都不相信夫妇可以和和啦，啊，不可能啊，吵得凶还是吵得不凶而已啦，是吗？这榜样太少了啊啊！甚至于这一次我到新加坡去了啊，还有同修发上来的问题呀，啊，面对这个夫妻呢，不同种族啊。啊，那这个哦，哇，问这种问题啊，显然新加坡这个不同种族结婚的我看也不少啊。哦，那现在全世界这样的夫妻姻缘不少哦。哦，所以在座啊，啊，有不少同修啊，你们是异国恋啊，是吧？哦，你们能够表好法，哇！啊，这个首先啊，我们华人给你竖这一只大拇指啊啊，你异国的婚姻都能够经营这么和和啊，我们不和太惭愧啊，所以也是一法哦。哎，哦，而且啊，这样的婚姻啊，他们的小孩是最好把中华文明供养给西方人的，因为他们是完全熟悉那个语言、那个环境、那个文化，而且他们本身也是当地的人啊，是吧？好，无有一法不是佛法啊，这句话我们好好去体会。好啊，谢谢子家啊，这个子家这个仗义相助啊，哎，不然我都不知道，嗯，接下来嗯啊，哎，大家辛苦了啊。感恩法师，弟子是有感而发，真的是听法师的这个课程就特别感动，也是最近感触很多，所以哎呀，抑制不住内心想发言的意愿，就分享了，叫汇报了一下。嗯，哎，这个分享很重要的。你看，我们刚刚才说佛菩萨的加持是平等的，啊，没有人分享的话，我就有点好像是我自己在说的。哎，意有呼应了，哎，对，证实了，证实。嗯，法师，对，弟子还要再补充一下，正好刚刚听到法师提到，然后又想到，比如说这次先生哈，回去还特别，就是在跟弟子交流过程中哈，觉得他特别真心，真的是从根上变化，就他会反省自己，他就是很少以前这么多年，一般就是说大家知道，男士会比较注重面子啊，不会怎么样，但是这一次真的就没想到，他居然主动跟弟子说，哎，他反省他自己的问题。非常客观的去说，而且当时说完之后，我就给我感动的。我说你这个，他最后还加一句：“你看我这个跟你受你影响，这什么几十年没白接触吧？我是不是被你影响了？”我说：“对呀。”我说：“你这太感动了。”我说：“你都可以成为老师了。”然后反省，而且还说：“他说，哎呀，这次这个在国内，他也会跟我公公说一下。等一会我公公出院了，他会说呢，就是说是。”这个要改一下脾气，要好好念佛哈，这个平时要多念佛，有佛菩萨加持。哎呀，我就觉得真的是
法力无比哈，佛法的这个感应啊，哈，或者是这个感染力太强了，就是在于弟子来讲，可能比如说像我们像先生啊，或者是那个家庭，很多人都觉得是不是刚强难化啊？其实真的世界上没有刚强难化的众生，只要像法师说的，我们这个人的善行哈，这个孝心被激发出来了，其实就是自然而然会得到感应和加持。所以，哎，特别感恩，这也是弟子最近挺感动的地方，就是这么样一个人哈，就是他都能这几十年从来没有说主动的去，哎，反省一下自己，但是在这次这样的机缘，居然会想到自己的问题，然后还跟我说，他说如果以后我再有这样的事情的话，就是再发脾气或再怎么样，你要提醒我，所以你提醒我，我就会注意。哎，给我感动的，我说这，哎呀，这真是，所以哎，也是在跟这想起来这点，跟法师汇报一下。确实是很受感动这一次，而且弟子也是更有信心。看着感恩法师。谢谢子佳哈，他分享的过程，我想到《无量寿经》说的：“众生善根不可思议啊，诸佛胜力不可思议啊。”那众生善根一起来了，佛菩萨这个胜力就加持上来了。所以孝心开呀，真的百善会开呀。性德开了，你看会反省了，所以护念自己呀，要从根本修啊，把这个孝敬尊师的大根大本，我们要扎好，护念他人呢，也是要护念从根本，来长养他的善根。今天呢，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